Saltwater的盐水手提灯产品 SL-3-210 这款产品带有一个4瓦的照明灯 和一个标准USB接口 额定输出为 5伏1.2安 额定能量为210瓦时 可以照明，为手机充电宝等充电。产品采用的是本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空气电池技术，由空气催化正极。 铝合金负极和食盐水电解液三部分组成，是一种高能量、长续航的新型绿色能源。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配置电解液，也就是食盐水，舀取2勺食盐，倒入370毫升水中。 搅拌均匀，直接使用海水也可以。然后，我们将铝板装在电池上，搅拌均匀，直接使用海水也可以。然后，我们将铝板装在电池上，盖上上盖，打开电源开关即可照明。灯光可以根据需要自主调节。 也可以为手机充电，为充电宝充电。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在于不需要充电。 电量用完时更换电解液和铝板便可以再产生电量。加入一次电解液可以照明7个小时，为手机充电2次，更换一次铝板可以为手机充电55次，特别适合户外活动、突发停电、长期出差、缺电地区使用。